所以呢，下面呢，台长开始呢，就给大家呢啊，看看图腾，好吧？好。你好。我是要问我的儿子啊，我儿子是2012年6月26日未时出世。现在呢，他大概20天，他心脏有孔啊，而且他的肺部有两个血管，一个通左肺，一个通右肺，他的其中那个一个血管不存在哦，还有他的全身那个血管输送养分的是什么，其中那个血管它偏窄了，我不懂。就是身上抱的这个孩子是吗？对，哎，大家想想看多可怜，所以孩子一到人间就开始痛苦，一直到死，所以人真的不要给自己制造太多的痛苦。好，那么你告诉我他是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他是属龙，今年2012年，看才刚刚60天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呀，真的是这个孩子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台长都看见了，现在当时医生已经查出来说他有问题，你听得懂吗？医生没有跟你讲过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这个毛病是在你怀孕在胎盘的时候已经有了。没有啊。哎呦，这些医务人员真的太……而且啊，我生了过后，那个医生也很怕，他一直讲说我只是看你，不是看小孩，小孩要找儿科。你看，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他看不好的。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个小孩子来还债，你不要难过，我讲给你听。从现在图腾上来看，活不长了。听得懂吗？活不长啊。听得懂吗？现在从图腾上来看，他的心脏这个地方，明白吗？整个这个地方血管和心脏有一点歪斜。对。对。然后我现在看见他的肺倒是没有大问题，稍微有一点点哮喘，哭的时候会你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对，男女对，我想跑，对，好，不要紧张，台长既然帮你看了，我就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孩子呢，刚刚20天，所有的机能呢？60天。刚刚60天，他所有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，还在形成当中，听得懂吗？现在目前呢，肺不是太严重，主要是心脏。啊，可能医生呢，到一定的时候呢，会给他做一个手术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。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语言真的很好玩啊。好，那么我告诉你。现在呢，我看见这个孩子这个龙的身上啊，有一个黑影，黑的影子可能要来拉他走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他比较会短命，听得懂吗？但是这个黑影呢，你如果想让他离开，那么你要好好的练小房子，明白吗？另外稍微等孩子再大一点再去做手术，明白吗？因为太小的孩子做手术，说不定如果这个黑影又是这个灵性他没有走掉的话，就是在你做手术的时候他会让你一拨一弄你就走人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希望你最好100天之后都手术了。你现在赶紧给他念经，跟医生说可以先吃一些药，打一些针。现在医生是跟我讲2个月过后10月多了，2个月过后回去检查。看见吗？台长讲的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早跟你们讲过了，回去检查，好好把病看好。
你现在问题，你不会好好的念经啦，念小房子啦，因为你还没有念经，我看不到你身上有一点点佛光啦，听得懂吗？想要孩子活得好好念经啊，明白吗？好了，你要念多少张小小房子？像这种小孩子小房子至少1000张以上，听得懂吗？每天给小孩子念49遍心经，好吧，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好吧，叫他把前世的功德今世先来用，念功德宝山神咒，把前世的一些功德今世先拿来用，听得懂吗？就可以了，好吧，念49遍，然后大量的放生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又要看了，他的经济还可以的，放生是没有问题的，听得懂吗？好好放生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好，谢谢，去吧。